环境部统计，二十年来塑胶袋啊减量率50%，免洗餐具嘛减少46%。啊，不过有立委质疑，即个数量减少，啊，不过使用的重量却是增加。部长谢富盛就讲，目前管制对象无包括着传统市场，也够夜市啊，即个场所用的量就占了60%。塑胶袋啊，伫百货公司大卖场等7类场所袂当免费提供。国内为91年推动限塑政策，当年逐年使用200亿个，实施20年了后，顶剩100亿个，减量率是50%。免洗餐具10多年来嘛减少46.3%，但立委质疑最近10年塑胶袋啊用量增加14.4%。毛立委无了解为怎样愈用愈侪，就是塑胶，我们的越减越多。环境部长谢富盛表示，目前限禁用14类场所占整体塑胶使用量大约20%左右，但伫传统市场、当个夜市啊占6-7%用量，被禁用是无啥简单。我没有打到痛点，但是那个痛点，所以你的成本没有打到痛点，会影响我们所有民众的日常生活。毛立伟自己4项一概性塑胶用品，包括塑胶饮料杯啊、购物袋个免洗餐具。2030年全面禁用政策，敢那是要划停，政策已经转弯啦。市部长强调，无转弯只是调整做法。面对立伟邀请伊2020过了后做伙来看循环杯嘞。520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去考察循环杯吗？你可以用个人的名义邀请我。520了，是不是要留任？部长谢富盛接受媒体联访时阵表示，这是两难的决定。伊承认准总统改定顺，但为着生涯规划，伊拒绝要离520了后，转去中兴大学教书，离明年申请延退。祝贺未来环境部长离环境的推动上，更加上一层楼。记者林志明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